国度里，金钱、权力和势力是最重要的东西。当然，有着各式各样宝贝的人物就成了知名人。姑娘们就喜欢年轻的公爵，而公爵却只想成为国王的女婿。那穷人呢？穷人只求温饱罢了。Yeah.
多么繁华的地方，宫里的生活是多么的奢华糜烂，国王安逸的日子过得太久了。当年英勇为的国王现在也老了，穷困的民众呢，要怎么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？Yeah!
上发放王价粮食，不仅听到百姓嚷嚷着：“祭司，祭司，当我们不忘吧！”我想，他已经抢过粮食骗百姓，好让自己当上国王。这几个人就很不顺眼，我想哪